老金赛、竞赛、徐良川，一个林永生，啊，搁一个是黄坤良，吼、哦，黄坤良是阮那是正式来讲，啊，搁一个是啥？啊，搁一个陈千生是陈强的囝，因咧主要是五个要去，啊，即摆这五个吼，四个拢无去啊，敢剩黄坤良也去，林永生无去啊，徐良川也无去啊，啊，迄个陈千生也无去啊。哦，前面话无去啊，啊，所以讲你五个，即马四个拢无去，敢那出五公里。哦，啊，即马原本五个要冲，五个要自焚，为啥变到一个？即吼、哦，伊用五月十九，啊五月二十，敢那是冬眠运动的第二周年嘛？我即马有参加，哦，甲陈阿明的送书办了，隔两工多是五十块。农民运动的周年纪念，迄阵啊，我有老过来参与，迄阵啊，就是拄到迄个周慧英，伊讲要来了解，叫我约林永生出来。阮阵咧，阮三个人是伫沿路咧安路遐，伫第一馆。啊，但是咧，林永生吼，迄阵酒量要足棒，啥物代志拢无啥知影。但是尾啊，我才听郑信宜讲讲，即、這个医师有。阿华有交代林永生，讲宋书记来爱处理，啊，爷爷的遗书嘛交代，叫伊讲阿拜调因老母。啊，这件代志呢，林永生伊就讲伊无能拿处理，啊，伊就要拜托曾信宜。啊，但是呢，曾信宜怎啊？唔，你讲伊怎是安怎？啊，伊怎有代志？啊，无真见见面，到尾啊。听讲林永生就将这个这遗书来提予迄个江水添，江水添就是这个考作的囝婿。啊，所以结果无几天过，伊甲曾信宜联络无几天过，遐遗书忽然间伫媒体出现，是安尼嘛吼？即摆就是讲合理的，是啊，就曾信宜所知影，这遗书是搞啥啦？林永生将遗书伊来交予江水添，啊，江水添就是啦，先去媒体曝光了后，这遗书伫媒体曝光了后，再来交予陈美华的妈妈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是这段经历，这段经过吼，真少人知影。我是讲，较少去予大家小分享一下吼，多谢。